Thank you.
我看到在这个说话当中，简短说一下，就是很感谢在座所有的在场所有的听众朋友，然后就是我很感谢你们的鼓励，然后在现场又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捧场非常的很感谢你们，然后还要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雅卓艺术，然后另外还有四个赞助我们这场音乐会的公司。那有你们才能让我们很顺利，然后心无旁骛的准备这场音乐会。对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演奏今天的最后一首，我们都非常喜欢一首艺术歌曲。那它是理查史特老师写的《Morgan》，那中文是《明天》。那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。